也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反正十码当做活马医了。没有嘞，把这个掉吗？不够，没有吗？我靠，这么多翘嘴啊！我哥昨天晚上钓了一个通宵的鱼，这都是从水库里面钓回来的，全部都是翘嘴，这个用来做那个鱼干，可好吃了。基本上每一条都差不多，差不多大，一样大的鱼，不，你们称一下，看看这鱼烘干了还剩多少。哦，有刺哎！这里有27斤，到时候看一下烘干之后还剩多少。我们现在先清理一下内脏，等一下呢还要煮，煮完之后再烘干。钓鱼人的心里面我们不懂，可以钓通宵。先用盐腌制，等一下呢再用酸水煮，煮完之后呢再去把它烘干。这鱼腌制了一个晚上，拿到酸水里面给它烫一下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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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烫一下，然后把它捞起来，不用全部烫熟，烫熟之后肉就烂了。鱼干呀，鱼干好吃吗？好吃呀。我不吃。你不吃啊？先把水分晾一晾，然后呢再拿去烘干。奶奶哪位妈妈？哪位哥哥呢？我有我妈。那就拿了。来来来，这个一定要烧。等下来个人，你煮完就得让给他帅呗。哦，这个人的弄没，按照这边打。哦，我领。我叔叔那天说我做的辣椒酱呢很下饭，带去工地吃呢大家都很喜欢吃，所以说今天又捡了一些辣椒，准备多做一点。你多做点呢，我带点回家，那两个小孩特别喜欢吃。好啊，用来拌面拌饭是不是特别香？对了对了，特别梦瑶吃上瘾了。嘿嘿，不早说，先准备一些香料，待会用来熬香油，切点姜，这个哎，你不要把中气龙里面都弄他们弄了吗？这不能变态，你给我把牛开来了。你又是那么叫，要不送他们来江都没来。这么能酒杯帮你装了，你试下嘛，你老吃点看。要没留剩啊，什么剩都没剩嘛，有没剩？你试下，要不送发的啊？试嘛试嘛。大家都为了我这个面摊操碎了心，其实呢，我到现在也找不出原因。很多朋友都说我是不是去整容了？他说你跟十三妹是不是去整容了？你说整容能往这样子整吗？就是不知道原因，找不到原因的。你不然你都帮上你，我妈啊，我想送你八牛啊，就是该拿的。可免单话的，真的没来，一年打四样土黄话呢。这新的嘛，都给刚来些。要吃，你那是要种啊？要得就你，没要去吃就白白的。吃就白，哎呦，那得吃。吃来了，去白开了去。不行。那我就试一下吧，这个土方法。面瘫导致了我这个夏天一点都不快乐，笑都笑不起来，很僵硬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反正十码当做活马医了。笑啥？
可以了，就那头是硬的，就嘴周上面这节好了，耳后这里。有什么感觉？那个脸上很紧绷，一股腥味。把这红辣椒切一下，然后用这个绞肉机把它绞碎。这个有一个小时了，现在可以把它洗掉了吧？应该差不多了啊。嗯，去洗了。那堵我了，你听哪里没？牙骨嘛，哪没哪哟？可能细嘛。一哈牙呀，没感觉。现在过掉离近了点没？本钱拿本本的，嫩生嫩生的，一股腥味。坚持一张嘛，给你包辣的，多辣小能过分。倒入油。油热了，先炸香料。这料渣捞出来，把这瘦肉拿进来熬，熬出肉香味。不用了呀，倒入辣椒。慢慢熬。倒入蒜蓉，继续熬，把水分全部熬干。倒入生抽，加点蚝油，放入鸡精，倒入芝麻，好了，拌一下。这辣椒，这辣椒到家了，可以出锅了。等它放凉就可以出锅了，装一碗出来，中午吃。剩下的待会打包。其实这个辣椒酱呢，放个一两天，等它发酵之后会更加的香，更加的入味。今天中午呢，家里面人比较多，因为昨天周老板请客吃饭呢，这个菜也没有吃完，今天中午继续。来了，吃饭喽！吃了昨晚的剩菜，但是剩的菜呢，还蛮多的。啊，七宝，王八。蹲的，你用手抓呀？光的嘛嘞。你按哪来？你哪个呢？按那光的嘛。蹲的。你按哪来？要不那啊？喂呀，喂鸟啊！按那鸟。呀，辣椒妈啊！可能昨天给这道菜起的名字不好，叫王八蛋，大家都不敢吃。你敢吃？主要是菜太多了。冰的肉啊。嗯。欢愉。嗯。来了，有。还没说嘞，来，来来来，啊，这还放那冰，来，有干冰啊，来，干冰可以，来，进来，喝了喝了，嗯，干杯，干杯，那跟妈妈干杯来，干杯，哎，可以，哎，牛你哪来？俺在南绿的，绿来的，哦，那南绿路呢？那南绿嘞，天上龙肉。地上驴肉，嗯，牛筋，哎呦，牛筋来了，哎，那又到我这玩意儿来了。